来到国风剧场。在最新一期热门综艺《乘二千零二十四四公竞演》中，我们的不败女神谢金燕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与魅力。在四公练习室的环节，她再度以一段震撼人心的一镜到底表演，让所有网友为之惊叹。这一高难度挑战不仅展示了她的飒爽英姿，更凸显了她过硬的专业素质。一镜到底的拍摄手法意味着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表情都必须一次到位，不容许有任何失误。这种连续性对艺人的体能和演技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然而，谢金燕以其精湛的技艺和惊人的毅力，成功完成了这一不可能的任务。镜头前的她舞动出自信的步伐，每一个转身、跳跃都精准无误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她的掌控之中。汗水沿着她的面颊滑落，却成为了她努力与坚持的最佳见证。即使面对如此严苛的考验，她依旧保持住灿烂的笑容，仿佛在告诉所有人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她前进的脚步。这次的表现不仅是对她个人能力的一次完美展示，更是她在演艺道路上不断突破自我的生动诠释。谢金燕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不仅仅是舞台上的闪耀明星，更是拥有无限可能的全能艺人。此次表演过后，粉丝们纷纷在网络上表达对谢金燕的支持与敬佩，更有许多圈内人士赞不绝口，认为她的表现无疑为其他参赛者树立了标杆。随着节目热度的持续升温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未来的谢金燕将继续乘风破浪，带来更多惊喜之作。随着乘风2024比赛的日益激烈，我们期待谢金燕能够继续带给我们更多惊喜与感动。让我们一起为这位永不言败的女神加油，期待她在未来之路上创造更多精彩。乘风2024第四轮舞台公演已经完成，在下期节目中，节目组将公布姐姐们的个人乘风值排名。第四轮舞台公演录制完成后，网上就传出姐姐们的个人排名。各位读者，你们如何看待网传的四公陈浩宇排名超过陈丽君呢？在第五轮舞台公演中，何洁如愿和陈丽君组队，你期待吗？乘风2024即将迎来总决赛，这档节目播出前，网友们就十分关心会不会有黑马选手或者有姐姐成功翻红，就像王心凌一样。但节目播出后，陈浩宇黑马话题瞬间登上热搜，他是如何被观众看到的呢？节目正式开播前，陈浩宇的关注度和热度并不高，甚至可以用查无此人来形容，而节目组也不重视他，因此在主题曲中，陈浩宇只有双人出镜的 1.2 秒镜头。可是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陈浩宇却凭借野子让众人看到他的实力。在这档综艺中，提到 vocal， 大家必定会想到袁娅维，不料出舞台却被陈浩宇惊艳了。就算陈浩宇实力在线，但他还是一大比分输掉了。在正常的情况下，陈浩宇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人气不高的姐姐稍有不慎就会一轮游，也就是说第一轮舞台公演后就被淘汰出局。但幸运的是，陈浩宇和高人气选手陈丽君组队，然后陈浩宇就开始书写自己的爽文。第一轮舞台公演，陈浩宇的发如雪直拍点赞靠前。第二轮舞台公演，陈浩宇凭借速再次让我们看到他的实力。第三轮舞台公演，小雨好评如潮，在赛点秀中他战胜人气姐姐刘星。第四轮舞台公演中，陈浩宇成为队长，带领团队逆风翻盘，成功打败天团。陈浩宇刚开始录制的时候，他并不想当队长，但第三轮舞台公演自己的队友被淘汰后，陈浩宇直接崛起，承担起队长的责任，带领团队成为一团。看到陈浩宇的逆袭，很多网友都表示他真的实至名归。在第四轮舞台公演选歌环节中，我们可以发现陈浩宇真的是一位好队长。当时陈浩宇想选择唱歌舞台盛夏，想要排除袁娅维，在开始选歌前他都已经想好了，也就是说这次的师姐合作舞台他是想帮袁娅维选歌。但无奈的是萨顶顶手速更快，在误打误撞之下，陈浩宇选到精卫，这首歌曲直接让他们逆风翻盘。通过选歌环节，我们可以看到陈浩宇不仅有实力，还有点运气在身上。根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在第四轮舞台公演个人排名中，陈浩宇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。从排名上看，陈浩宇排在陈丽君前面，因为路透陈丽君获得第五名。从第一轮舞台公演到第四轮舞台公演，陈丽君的排名是逐步上升的。最关键的是，她在第五轮舞台公演还会有非常亮眼的表现。看到这样的情况，很多网友都表示，如果乘风2024真的出现黑马选手获得冠军，这绝对是一大看点。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，黑马选手一定是陈浩宇。
从最初的排名靠后，需要借助陈丽君的热度和关注度，到现在变成可以独挡一面的队长。陈浩宇参与录制《乘风2024》的逆袭之路，绝对比爽文还要精彩。第三轮舞台公演开始，陈丽君就开始做队员，先是和戚薇组队完成三公和四公。从网上传出的五公分组名单，我们可以看到陈丽君和何洁一组，而陈丽君再次成为队员。如果按照这个情况发展，确实对陈丽君不利，因为他会失去争夺冠军的资格。相比之下，一直担任队长的戚薇直接成为冠军候选人。在前几轮舞台公演中，很多网友都认为何洁的表现不错，但是始终找不到合适的队友、合适的歌曲。但看到何洁的武功团队成员后，网友们纷纷表示，这绝对是天团，因为他的团队有陈丽君、刘星、韩雪、郭碧婷、王琳、苗苗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我们下。肌肉的，沉浸式指导。拜拜，下期再见。